高丽菜，红萝卜，红萝卜，高丽菜，首先要放蒜，蒜顺着红萝卜一起炒。热炒，一段时间之后再放高丽菜。好，那可以放高丽菜。先放那个海盐，我们左右这道菜我们加海盐，不要左右不加。太熟，这样应该就可以起锅了。让它有点咬动，就有点咬得动。差不多。耶，高丽菜。